Thank you.
俊啊，再给他一起。进来兄弟姊妹，恁已经借着水啊，甲信心在基督内重新成为基督啊，甲伊属天属灵的一份子。现在恁嘛要搁领领受信心的印记，这个降临在咱中间的信心，伊捌伫过春节期间，由救主派去降临到使徒伊的身上。以后，使徒啊，甲伊的继承人，又搁将信心赐予领世的人。所以，恁嘛爱同款来领受信心的庇荫，使恁会当参与同款，并为主的苦难甲苦难做见证，在去信德啊，甲爱中，积极的建立基督的个体。亲爱的姊妹，请用全力的天主圣父祈祷，祈求伊将圣神的庇荫倾注在这几位已经领洗的教友的身上，愿圣神以丰厚的恩典兼容因，并借着富有祝福因，赐予因参天主主耶稣基督相同款。教友，请站起来。奉守礼，所以的天主，我的主耶稣基督，会乎你以水啊甲圣神，赐予这几位仆人脱离罪恶的束缚，重获新生。求你派遣施惠者圣神降临到因的身边，赐予伊智慧啊甲聪明之心，超见甲感恩之心，明达厚爱以及敬畏之心。以上所求是靠我的主基督。阿门。朋友，请坐，跟进礼。四维亚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阿门。祝你平安。天主。齐安娜。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，祝你平安。感谢天主。文生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，祝你平安。感谢天主。若望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，祝你平安。感谢天主。安娜，请借此意气领受天恩圣神。阿门。祝你平安。感谢天主。加贝尔，请借此意气领受天恩圣神。阿门。祝你平安。感谢天主。大可兰，请借此意气领受天恩圣神。阿门。祝你平安。感谢天主。若翰，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。
从天降下来的食粮，就是耶稣的身体。你们要全心感谢天主，赏赐你们这个美好的礼物。前面三位亲爱的小朋友，现在你们向圣教会求什么？耶稣要你们做什么？他要使我在他的大家庭中成为坚强的、拼命的、快乐的一份子。主祭祝圣台。如果你们要活出天主子女的生活，就应该全心的爱他、侍奉他，同时要爱别人，如同爱自己一样。所以我现在为你们戴上圣像手环，是要你们记得你们永远属于基督。发誓愿。你们相信在圣体领圣体的时候，你们所领受的是耶稣的身体和宝血吗？我相信。你们相信你们答应要服从教会的领导吗？我答应。愿全能的天主帮助你们，忠实地遵守你们的诺言，令你们到达